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志颖。那我是1992年出道，那已经今年是第31年。我自己譬如说有歌手的身份啦，有演员的身份啦，然后当然还有赛车手的身份啦。当您收到节目的邀约的时候，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应该来了。因为从第一季就在邀约，然后从第二季我记得信跟导演组还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来。那时候因为小朋友上课走不开，对，我就说啊，明年一定来。那问题是去年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一个意外嘛。去年的意外其实伤得蛮重的，一不小心就半身不遂，这是真的。我体重也掉了10几公斤，基本上每个小时被叫起来，因为他们怕我整个意识不清楚，有什么任何状况。那个疼痛，哇，很难以去形容。你只要没吃止痛药，真的痛到不得了。当然，我想坚强过来的原因，我想我来上的原因有很多，因为最主要还是要谢谢救我的那些人，真的很谢谢你们救了我，让我可以重新站在这个舞台上，让我能够勇敢的再次的面对大家。大家好！哇，看本人了，哎呀，我没变哎，哎，真的这么多年没变哎，没变，哇，兄弟，兄弟要抱一下，哦，不能太大力，不能太大力，哇，吐血，啊，对，你变好壮，有，我有点不热，我怕冷啊，哦，对，嘉颖，都还好吧？还好，谢谢，你好，谢谢，很荣幸，我觉得很感动，很开心，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力量，一个很简单微小的一个问候，可以让一个已经慢慢康复的人一个无形的加油跟打气，所以我觉得更需要是把这一份微小的力量去把它散播出去。徐赛阳，你是跟谁一组？吴斌啊，你不会跟他选我们哦？怎么可能选你？我们这么好的兄弟，怎么选你？对，他选的是我。选你就太不够义气了。这真的选我，我跟你说，那个人真的选我，不是我选的，我们选吴斌哎。大满贯，完了，三长，绝交，绝交。我们都是偶像剧小生，我不是哦。偶像剧来了，偶像剧，你知道？我们本来想 PK 你，后来发现我们实力太弱了。No， 不行，这个 No， 不可能，哎呦，好了，我们又多一张了，完了，天哪！哇，小智哥有测过吗？什么东西？你是内向性格还是外向性格的那个？我不知道，我应该。内向嘛，就是会下意识的会主动拒绝别人给你的，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麻烦人家，那就是爱情。对，喂，还没睡吧？知道吗？喂 ，baby， 还没。我们现在在宿舍里面呢，然后他们对我很好，就是宿舍。就是给了我一个单人房，因为他们比较担心我的身体，而且我看出去还有一个湖，好贴心。对啊，就很开心啊，顺利的，就现场气氛都很棒，很多1000多个观众，结果你猜我第几？对啊，第一啊。就教他说树树树树树 tree 树哦树吃下来。吃下来。Oh, how can you speak Thai? Ning noi. Ning noi. Now, are you Thai? Oh, 28岁。小智哥，你也太厉害了吧。You know, Ning noi 一点点。You are very famous in Thailand, you know.
everybody know 真的吗？林志颖，真的，我们小时候都是。对，喂，真的，喂，少来。真的，初舞台17岁就一出来，我想，哇，我还在上初中那时候，真的。虽然你是夸小志哥，但是这个杨，我叫杨哥。我中学在十二四。哎，我想想，哪有可能？真的，我比你大，没有啊，我们差不多同岁嘛，你比我大一点点，真的假的？真的，我比你大。林志颖选择自选曲，既然有个自选曲，是不是就专门找一首自己很熟的一首歌来唱就好了？哪怕是自己的歌。要唱自己有比较会唱的歌，比较有把握，因为这些歌我都不太熟。不然你要唱，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吗？可以变摇滚版，可以啊。如果我可以改变他的歌，我觉得蛮酷的。刚刚彦斌哥有提到过你另外一首歌，我好喜欢的《黎明破晓前》，好好听。那是慢歌，对，慢歌那也不错。你终于说出，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好听的歌。哥哥们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注意的是，因为本着公平的原则，出舞台之后，我们是不建议哥哥们选自己的曲目的。pass 掉了，pass 掉了，选单直接一片空白。对呀、啊。为什么伤口以后再赤裸？再赤裸。我一听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因为一样也是很快节奏，也可以振奋人心。只要我们在编曲上面做一些调整，哎，其实也不错，《眉飞色舞》。这个歌是可以唱的。今天终于把这个歌定下来了，其他组肯定会来刺探你们的情报。我们会实施保密计划吗？有，我们自己有个群组嘛，我就在上面说，哎，如果别人来问的话，我们都不要讲，还是保密啊。怎么保密？那就是管好王栎鑫的嘴。你挑什么歌？我要挑一首快歌。但是也不用跳舞嘛，反正你们自己决定。基本上是不用跳的。哦。对对，一点点。哎，你们后来选歌决定了吗？后来唱什么？不能说，所以就这么神秘哦。很有趣的歌，真的吗？很有趣的歌，跳吗？还是有什么表演性质？一点点，一点点跳吧。因为哎，连排都还没排过。今天没有人，我们可以大声唱出来。呜，小子你根本拦不住，自由，现在就要自由。你们在练？是你们啊？哎，真的是他们耶？谁啊？哪一组？鬼子九哲他们啊？哦嘿呀！原来你们是趁没有人的时候来偷偷练，对不对？对啊。结果没想到吧，我们居然在。刚刚好像不小心听到了一点点。没有，我们在听歌。啊，是啊。合理。嗯，对。既然是 X Song 嘛，那就是要有惊喜的感觉。我觉得目前还算保密。这是一个什么样版本的眉飞色舞？摇滚说唱再加不是每一个恋曲版，我把它取叫眉飞色舞的美好回忆。哎，真的很敢挑战哦，挑战3天之内把歌做完。小志哥在台北有来我们录音室去练习，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蛮多时间的。哎，这个都印出来了，很惊讶。第二天哇，就有一个6-7成的基本的架构已经出来了，甚至他都加了 rap。手在哪里 ？1、2，最精锐。我左看书，我右看书，披荆斩棘来战斗。又把我的成名曲《不是每个恋曲》加在这个里面。用这种乐团的方式呈现，让自选曲更加的有创意。大概是这样，太强了。因为后面再继续跟我一组。好，谢谢小志哥。Rap 不是我们最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还特别去 rap 蛋壳。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做就是比划，你现在我们要去哪？走，哎，就是有点这种随意的这种对。
那眼神是要压一点点，对不对？对，如果是、这种，要压一点，左砍树，右砍树、就是这种的话，那你整个的状态就会一样。他给我建议就是越自然越好，所以我也是反复练习 rap 的部分，每个动作的细腻度、眼神，我觉得都要让观众去感受到，从小鱼的角色变成乔峰的角色。尤其明天我女儿和儿子都会来，会来现场看，我会更兴奋，会更，因为我女儿和儿子从来没有看过我现场演出，真的假的？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带他们去，比如说演唱会？没有带他们去我的现场，真的、想，但是对啊，但是有时候就是机会啦。他对啊，他们在上海，就是比如说、他们特别过来，对，这次是放假了嘛？啊，对，刚好对，所以是机会啊，因为他们。就知道爸爸就整天在那边忙，不着家嘛，就知道飞来飞去，飞来飞去。我想就是想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知道，也够大了啦，就是大概看得懂，知道在做什么。你说可能在小，顶多知道，如果只是幼儿园，他只知道蹦蹦跳跳而已。已经到了八岁嘛，对，其实看得懂。就这一趟过来真的是第一次，他昨天去了那个毕业晚会的现场啊，哇塞，看完之后真的小孩子对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他们俩很就很兴奋的就跑过来，就抱着爸爸，就是因为他站在观众席里面，然后他爸爸出场的时候下面会有欢呼啊，你知道吗？尖叫声跟在家里看到是不一样啊。确实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这种感觉啊，就像以前我会去，比如说跨年演唱会什么，就带 King 去看彩排啊，因为就是在傻傻这边看，哦，原来是，虽然他小时候有跟着我去上过一些东西，但他在坐在下面看的那感觉，真的现场看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唱起来也会更不一样，更起劲，有时候带着小朋友去工作还蛮好玩，就是至少你工作完。回家，就可以看到了。对，这感觉，要不然老是在外面跑啊、飞啊，哇！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岁、一两岁的时候，我也带过，带着走，就不用上幼儿园。可是不一样啊，那时候是必须照顾他们。对，我拍戏以后带到剧组，就天天，天天的、啊。哇，你知道这个下班就很幸福，但剧组你每天即使很累，累爆了，你回到家里是真的小可爱。对。啊，人一点都不累。这是真的，所以你准备什么？你小孩是我们看哪时候看过？还是我们不知道？我没有小孩。哎，别笑啊！不，走！哎，不能播，不能播，不能播，不，千万不能播！哥真的没有，全说出去了。就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不要再解释，嘘，哔哔。那一路以来呢，我自己都是单打独斗，没有什么团体，所以这次来能够组团，我觉得真的很开心。甚至在未来上面，能够有一些戏剧张力的一个演出。明白。I don't know what's the challenge。队长的游戏考验的是什么？我觉得考验蛮多的。第一个速度，怎么样，博远？搞不搞？啊。铁楼定了。酷。那再来就是智慧也很重要，你要让他知道我能够带给你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就即便当了，你也是假队长，还是听我的。还是个执行，都是我的，都是你的，就给你确认组队。没错，确认，那就向镜头展示一下你们胸前的徽章，认证成功。没什么好选的嘛，我以为找月星跟阿普会很成功。结果，小志哥，对不起，我先反正不管那么多了啊。史上最尴尬的事发生了，一个是面对现任队长，还有一个是我十几年的老大哥，都抛来了橄榄枝。哇，那一刻我真的没事了，没事。没事啦，对不起，小志哥，对不起。没事啦，你来，对不起，没事，真的没关系。我跟小志哥。啊？我跟小志哥。那我再找一个。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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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拿了吗？我们还是在讨论。
也有很多人过来问。我以为你们不行哎、欸，主持人已经贴过来了。没有，你自己决定。哦哦，我两边都了解一下。你了解一下，我了解一下，了解一下。机会不等人哦。了解一下。林志颖和马伯骞两位候选队长将协组解散，等待最终补齐的开启。好，各位请将你们的徽章投入到我们的火焰杯当中。我们就是要票数最高的。聪明。我们就是要票数最高，所以我找你，然后我找你。你是？我是这个喽。你是选上了，来吧，小七哥。是那年的雨季。叶明哥哥，我觉得他制作能力上面非常的有天分跟才华，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去合作，所以想，哎呀，太好了，你觉得 ？OK， 你觉得定了。终究还是在一队。谢谢哥，好不好？OK， 进去坐。哎，还有，哎，小志哥，你刚才说前面不是开会，你说那个说让我们要狠一点，你说啊这种，对吧？对，没有，我觉得你们两个 OK， 是我，对，我觉得我是最不凶狠的，你是，我太甜了，我知道，我们唱的不够用力，他们唱的很 power， 就凶狠的表情啊，凶狠的表情。啊，好凶狠啊！哎，要不要试一下1.5倍速？1.5倍速来啊！挑战1.5倍速了，那我们就用这个速度，也比较快结束。比较快结束，早一点下台，不是面子的问题了，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好，来，再来吃，加油，加油。走，1、2、3、4、5、6、7、8，走走，1、2、3、4，慢快收。Yes， 哥们，我们喝口水休息一下。我要练熟一点。说这个，你那个晚上的课还上吗？我膝盖还 OK 吗？就跳到不能跳为止，不然怎么办？啊、哦？好啦，我们赶快休息了。我以为你是要来练舞的、欸，舞步的啊，要不要练一下？没有了，不要了，你们都已经听药膏了，还练？别闹了啦！真的可以了，不要了，我真的可以，不要了，不好吧？我真的没事。好，来来来，大家都为了这一首歌这么努力在练，就是不想放过任何一次能够练习的机会。大家都好拼好敬业，只要有失误，那我们再来一遍。这个要再来一遍吗？再来。最后一遍了，最后放倒一点。我不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可能更多的就是自己逼一下自己吧，跟自己较较劲啊。在舞台上，你如果做的不好看，那说实话，那还不如不做。完美，太棒，歌手。首先揭晓胡彦斌部落的 MVP 人选，根据部落内的个人喜爱度排名，前四名的成员分别是博远、胡彦斌、陆毅、林志颖。先请四位一同登台，来到火焰杯旁，有请。好的，我们本场的第一位 MVP 究竟会是谁呢？请揭晓！恭喜林志颖哥哥再次蝉联 MVP， 也邀请你的队友为你戴上荣誉戒指。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就觉得很感动，因为坦白讲，能拿到 MVP， 我想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绝对是做不到的，真的很谢谢所有的哥哥们。我知道 MVP 是很好，但是相对你要扛的责任也会越大，那我只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更坚强的力量来去使用它。我们的林志颖队长想邀请的是苏建信、哦、为什么是长头发？他的头发为什么怪怪的？既然面谈，先找我的好友信吧，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再拒绝我更难过了。
嗨，我们交情三十年了，他选我也不意外，是我也会选他。怎么会是这个头？怎么会是这个照片？这怎么？刚拿起来，我以为是女的。你下一个一定要有唱跳的，还有一个唱演的。王月星啊，看要不要蛋壳？请将马伯骞带到汇合点与我见面。收到，好的，了解，明白。谁？真的是要跑吗？真的是要跑啊！我直接抓人啊！你别，别波及我，别波及我。真的是，哎，熟悉的画面啊！急救全员加速中啊！好了，我要被关小黑屋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吓死了！请点将了马伯骞的队长立即出门前往汇合点与队友汇合。老舅在，就在这个房间，就在这个房间。所以刚刚选择了马伯骞的那位队长，就请和你的新队友啊，你选的？嗯，哦，是小智哥啊。啊？啊？你下一个一定要有唱跳的，还有一个唱演的，马伯骞，我那边选走了。没有，现在只是谈一谈而已啊。请将马伯骞带到汇合点与我见面，因为信会过来啊，我不要去浪费掉这个指定人选啊。哇！马伯骞就像 C 罗一样全能型的选手，又会说唱，又会跳，又年轻。刚刚两位新队长点将，但是我们会按照两位新队长的那个个人喜爱度排名，有一个率先点将和下一位点将。小智哥率先进行了点将，所以两位组队成功，请前往圆桌区。OK， 这样子啊。OK， 我是我的荣幸。没有，我有点混乱就对了。对，是。哎，你有看到小智哥现在？有。所以说不好意思，抱歉，他在发高烧的呀，去医院了，就这样。对，小智的身体真的非常的虚弱。哎，我觉得。我们不要共用麦，我觉得我快感冒了。但是他意志力很坚强。这段过程，这个训练啊、排练啊，强度其实是很高的。喝水休息一下。不管是精神的这种紧绷，再加上身体上的这种负荷，我觉得对于刚刚身体恢复阶段的小智哥来说，其实负荷是特别大的。哎，来了，小智哥，怎么样？还没有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好。你现在几斤啊？55、56。你撑一下。哦，56哎。是啊，我太轻，我真的太轻了。来拼展级之后又瘦了，然后呢，一练舞，我的能量一下子就消耗掉了。那你们就牺牲一下，也跟着我一起吃。你吃吗？你还好，我陪你吃。小智哥要增肥，我要减肥，就是我们两个人是逆向而行的。小智哥是我减肥路上的这个绊脚石啊。本来是三顿嘛，对吧？都吃点。你要跳舞？吃了。你再来一个。对啊，你不吃吗？我不吃。之前超支太狠了。我在这个节目我已经没有在控制什么，因为你每天消耗的热量非常多，你一定要吃，一定要补上。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太让人羡慕了，这小伙子只能说他还在长身体。哇，太好吃了。哦，有时候他这个身体他没有食欲，我们就刺激他啊。看起来有啊。小智哥要增肥，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减肥。哎呦，谢谢，感谢感谢。OK， 谢谢。哎呀，感动啊！不行，太多了啦！等。就像我看 Kimi 一样，
我都说我吃饱了嘛，那吃一口饭就好，好不好 ？OK， 你其实再大概吃这么多，你就今天就量就到了。对，你如果说嚼不动，你就给我，我吃就好。这怎么了？小智哥要增肥，我要减肥，我要减肥，减肥。No way！ 干了 ！No way！ 干了！我平常现在已经戒掉了甜食。小智哥要增肥，我要减。来吧，对，是好吃，它不是那种很浓哦。哦，把你变成这吃。要不要再来一个？石头剪刀布输了客家。石头剪刀布，恭喜你。其实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瘦下去。对啊，你脸又不胖，不差这两个的。你明天不会说突然一下，你不可能，哪有那么快啊？好爽，想对他们说，很谢谢他们，就是不停的关心我。大家看到我都说，哎，吃饱了没？吃饱了没？希望说能够早点恢复，不要让大家担心。这个是我所希望。哎，哥哥们，我想了一个 idea， 我们想了一个 idea， 我们要开始做一个披荆斩棘的音乐节。真假的？对啊，就是连续3-4天的音乐节，然后我们每个都有 part， 每个都表演，然后我们最后 encore 就是还没要去天津呢。我觉得票一定会卖得很好，你们觉得呢？一片安静，你回来吧，你回来坐吧，坐吧，坐吧，坐吧。没当他没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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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没讲，没讲，没讲。嗯，刚刚这个 idea 不好吗？我刚刚觉得 idea 很好，我觉得挺好的呀。不，这个概念是对的，是很好的。我们自己讲蛮开心的，怎么大家一片安静？不用啦，九哲，我觉得不要音乐节啦，直接演唱会吧。哦，演唱会，演唱会。你在这，我帮你放。不是，这个要弄什么，你知道吗？你除了音乐节，还要现场还要盖一些宿舍。让人家可以去看看，哦，原来宿舍是这样子的，哦，原来这个是这样子的，进去躺一躺，感觉一下，然后我们再走进去当 NPC 了，然后唱歌，还是沉浸式音乐剧，然后还有排练室，进去说，哎，你要排这个八拍，哦，练习教这个八拍，有那个 AI 人投影出来，啊，那个游乐场的概念，改天我没有回答你，原因是因为只有哥哥不够，还要加姐姐。哦，姐姐哥哥也可爱。那这个要办，这个要6天哦，3天不够，3天不够，6天的音乐节。然后半信半疑也会来，半信半疑，半信半疑。然后就把所有公演的歌都唱一遍，一样的场景吗？当然要一样的场景啊。那国陶应该会疯了吧？那头，希望再利用一下。对，大概的场景。然后这个演唱会唱一年，什么一年？至少要3年才回本，3年才划算。你这一年，你这个想得太短了。真的是，以生意角度来看是要巡回，对，因为你也带一个体育场，你要带这么多的东西，还要 A B 舞台，一个月2场，24场，比例稍微的费，然后3年，所以总共7×3=24×7，24，一年24场，那乘以3呢？72场，3年72场，没有办法。我觉得很棒，我们要世界巡回。哇塞，很棒！你看，可以，我们觉得可以，对不对？会啊，但是他是讲他，我们已经有3个人，我们等一下问大家。我们已经有3个人断水，没有，还有，对啊，72场就这么定了，72场，哇，干杯，干杯。谢谢哥哥们。Here we go。音乐界见。各位哥哥，有兴趣一起弄一些吧？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内部讨论一下，待会告诉你。我们这边是就是有意愿，对。那我们指导一下。其实我跟丹哥他们确实有过默契，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到这个时间段了。就一定是要不是默契，要不就是发挥长处，其实就是这两个，然后要不就是你要看最后你要的是冠军，我们要组就是组一个冠军队，而且是能够1+1=3，而不是1+1=2。
来，哥哥们，做好选择了，做好了，来，好了，你们是自愿自主结成同盟，在接下来比赛当中戮力同心，共同拼搏吗？对，好。那么我们在此首先恭喜林志颖部落还有胡彦斌部落同盟确立，好，祝贺各位。来，我们互相抱一下，来拥抱一下。祝贺各位喜结连理。这样你真要跳，我跟你讲，完了，逃不脱了，越逃不掉了，逃不脱了。来来，这边是你们同盟彩灯，还有部落的挂坠。接下来呢，咱们就月下定盟，以灯为号，是要拿起来。哎，在这儿，然后在这儿，来，就请你们去到我们的那个滚烫树下，然后把你们的同盟彩灯挂在树上，祝愿你们合作圆满。好，去吧。哦，哇。高高在上，啊，这样好过，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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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哎，你先不要吃，你的便当来了，你的便当来了，阿普也不要吃，领便当。这件事情因为信哥跟人家打赌，就是赢的人要请对方吃便当。我觉得我们部落的追击应该要自己私下赌注一下。嗯，追击成功了，请追击输了吃便当了。好，可以了。罗杰夫部落追击林志颖部落，追击失败。两个嘛，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小四哥，让我们领便当，下次再继续请你们吃啊！不要不要不要，下次我们请你们吃。哇，这个便当厉害喽，而且好看。谁吃那个牛肉的？我也吃牛肉。哇，哦，看起来好厉害哦！哇，哦，来来来，哇 ，OK OK，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请别人吃。哇，你们要？没有，见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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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饭呢？见识见识。语无伦次的都好想吃，我夹一个就好，我夹一个就好。Game， 我夹一个就好。Remember。哇哦。谢谢。来来来。你想吃吗？复杂些。没问题啊。那你要输给他。对。对。这个叫啥？吃人嘴短，打人手短。好吃啊，这个好吃啊，嗯，下次请你们吃吗？不要不要不要，请你们吃。经过了二攻到现在，我觉得小智哥他变得更有进攻性，更有主动性了。我发现小智哥四攻开始信心爆棚，精神回来了。对，对于同盟，那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点点小高兴，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毕竟身体还没好，我不希望说因为自己的各种状况造成大家的一些负担，甚至拖累大家。所以作为队长，我觉得对于整个团队来讲，需要一个更有系统跟音乐制作很强理解力的人。我们要组就是组一个冠军队，而且是能够一加一等于三，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像其实这一次跟胡彦斌部落结合，让我很多的担忧都化除了。那再加上每一个队员也合作过，大家都很能够互相配合，甚至互相照顾。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局，让整个团队跟队伍更有力量。我们这一次同盟其实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另外两个部落你们要注意了。温柔的小智哥突然来了段狠话。对啊，怎么会突然一下子突然这个你知道，那这个能量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有了胡彦斌以后，我想让我们的底气会更足，因为他每一次出来都说，我的目标是要赢。对啊，他说本来没有什么胜负欲，是被你激发的。都怪我。OK OK， 小智哥，你这样讲出的话，那我们就要一定努力帮你实现啊！我总觉得我帮不上什么忙，因为前线已经有胡彦斌可以担任音乐布阵，让我少了很多自己的一份担忧。雪梨，热的，对啊，保护嗓子。
那我就负责在生活上面这一块，照顾好大家的后勤。一些小东西请大家吃。哎、啊，谢谢小哥，哇，这个太暖了，及时雨了，太及时雨了。哦，包子可以现在吃。因为小志哥经常给我们送吃的呀，送喝的，就一直在关心着我们的身体状况，关心着我们健康。哦、准备通宵要补一下。气色元气才好一点，然后给予我们生活上面的这种照料啊，这一定注意好身体啊，啊一定要吃饱啊。就反过来啊，他变成了一个啊，这个林妈，对，啊，我想我在里面就尽量当好长辈的角色，让大家开心啊，感觉到温暖啊。在一起很开心，这个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被这个气氛感觉到该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有一个目标，希望能赢，能够一起走到最后。那拍个中文好一点的来 ，Nicky 来。嗨，他不是我们这一组。这个工作比较轻松，一百个人，你中文比较好。好啊，我帮你们啊。哦，这个很幸福哦，我们这么多人。哦，我这边是披荆斩棘，这边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最喜欢的哥哥是谁？我很喜欢那个林旭哉。你哦，也可以，你可以讲，你可以讲，喜欢里面的谁？李玖哲，林志颖。这么难选啊？对，很难选的话，你就选那个玖哲哥哥了。天哪，我还是觉得好像诈骗电话。不是啦，真的不是诈骗电话，真的不是。我是林志颖。哦，是哦。那你就应该选谁了吧？那你觉得我们还是诈骗吗？应该不是了吧？是的，还是诈骗？我就选你们。哦耶，太好了耶、yeah. ！OK。你好，可能会比较喜欢林志颖吧。OK， 我是喜欢林志颖。哦，太好了，谢谢你，我就是林志颖。我最喜欢的是小智，林志颖，志颖哥哥。哦，哇哦，谢谢、啊、谢谢你，哇，好开心哦。哎呀，哥，我们一个都没有呢。哇、啊，好多、哦。对啊，运气好，运气好，不好意思。哇，你的声音变得很熟。真的吗？听起来很熟吗？没关系，如果你在公演的现场，喜欢哪个哥哥在舞台上表演？喜欢你啊！啊，你又不知道我是谁？哇塞，为什么他知道？我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好的，非常。所以在就是天天看我啊！哦，谢谢。还有第二票，哎呦，那还有旁边坐我对面是这个李玖，哎、啊欸，你讲，李玖哲，玖哲的这个夏天，对，可是他没有说他喜欢我，怎么办？哎呦，好难过呀、啊，他只说是个夏天，对，哎呦，没关系，谢谢你，那谢谢你，希望你第三季继续帮我们加油，对啊，真的是林志颖吗？真的是啊，在我旁边是博远，博远，你说个嗨、哎，你好。还有张栋梁在旁边，你说个嗨。Hello， 你好，我是张栋梁。哇，你好，他真的是林志颖吗？我帮你碰碰他。没想到哎、欸，阿普对于编曲有相当的能力，瘦子在说唱这一部分也很有他一个天分，由他们两个来跟信做组合，我觉得是蛮炸的。我们自己内部也在讲嘛，我们后面要做什么嘛？小马、浩明跟我们三个人想要做一个唱演的东西，那要有人跟信哥来做一个很哈扣的、很热血的歌曲，很明确就是你们两个跟信哥就是唱，对啊。Hello。来摆下你们的第四张牌，第二轮跟第三轮都打平。这时我就想，应该是有胜算的，因为他们前面三个都大牌，那我们直接压大牌，我觉得我们或许会赢。
请亮牌。好，王耀庆阵营一火力值，林志颖阵营210火力值。那么我们最后赛点决胜局。来吧，只能这样。最后一局决胜局，究竟是战平还是有一方获胜？三、二、一，请亮牌。210火力值来自于林志颖阵营，王耀庆阵营出了一火力值，恭喜林志颖阵营，你们拍得的歌曲是《裂缝中的阳光》。哥，你们还有火力值吗？哦，怎么没有？我们人气这里都那么高的。小志，我想问你个问题，拍车的时候，取决于拉力赛胜负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是什么？拉力赛最重要的是稳定性。假设这个赛道跑30秒，他跑31秒，那虽然只有一秒钟，他输了一秒，可是你要怎么追回来？你要怎么追这一秒？每个弯道追0.1秒，才能够追到我的一秒。每个弯道就0.1秒。对啊，只能追0.1秒也多。小志哥说的没有错，就是你要追回一秒，你要花在每一个弯道都去做。做好一点，做好一点，做好一点，那其实就是跟我自己的人生哲学有点像，就是对我来说，梦想不是一个远大的东西，梦想其实是一路的路程，而不是最后的那个结果。我不确定我们最后能不能追回那一秒，可是我希望小志哥在这每一个0.1秒中都有得到快乐跟成就感。要想一下名称，阵营名称，美好人生。上一季大家叫什么名字啊？忘了，随便想啊，都可以啊。就其实好笑一点会比较好。那太好笑也不够，感觉没有那种气势啊。独孤求败，舒舒服服，自我定义，终于上墙。哎呦，快点啦，帮忙想一下啦。哎呦，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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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还好，没事啊。撞到头，撞到没事啊，我头钛合金，不要忘了。我们就叫钛合金部落吧。想好超合金，超合金部落。当我们的部落又继续的时候，其实我想接下来就是要很清晰的去分配我们在里面的每个角色跟想做的事情。在我们部落里面，小马、浩明跟我都是有拍戏的基础，可以试试看唱演的部分。阿普跟信哥一样都是乐团的，就会有那种比较狂野的个性。那瘦子也一样，对于说唱很炸，所以他们三个属于那种很炸的性格。每一个人要去做擅长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从胡彦斌身上学到的。因为已经到了武功了，我希望大家做出来都是100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嘛？先撇开每个人的状况，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赢嘛，走到最后嘛。我觉得我们要诉说的是这个希望的力量。现在打的是团体战，而不是打个人战，而不是说啊你个人突出就好，不是。我们是1+1=3、4、5。我们也大概讨论一下。因为我们都有一些戏剧的作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来做唱演会很快速。那问信哥，信哥就想要弄一个很炸的歌，对，很炸的东西，就是说唱编曲就会帮助很多，所以其实就已经很明确了。可是他因为他有跳舞，所以我也看不太懂。那我就交给我啊，最后面 X part 哦，哎呦，马兰山舞王说话了。你要跳什么舞？我示范一次，就是。是不是类似这种有点有武打，但是又是很硬的那种？就是这种。可跳不是说你这武功跳不是说随便比划两下？当然当然当然，30秒还可以啦，你就整首不行，我还要唱嘛。好，下面一个是小志哥的一个绝活。小志哥自带了一个魔方，他的绝活是魔方，就把它打乱，然后再把它变回来。这么厉害，谁来打乱？我们来打乱。可以啊。好，我试一下。哈，那要拼很久。哈，这个很厉害，这个是要有那个方程式，好像要。OK， 可以吗？
大概一个小时就转回来，你们等一下。好，大家准备啊！好，开始了。我先完成十字，然后再来完成这个面。对对对。然后再来一层一层一层做起来。这样。没有没有，我要做六个面。哦，我们也觉得好厉害了，一个面已经很强了，一个面。那这个确实，就手法是看的是会的。这个不会说你做完第一层再做第二层的时候第一层就被打乱了，不会，就是要记好每一层的位置。哦，就不看我，不用看。哇哇塞哇塞，真假的？哇塞，最后这一波操作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挑战了吧。小智哥加一分。当初来选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设定好我们要做什么，我跟小马跟于浩明就是叫做唱演，这真的不好想，不是唱话吗？唱演啊，哦，那就是演，就是演，对，就是看演什么而已啊，嗯，就是我跳的那个啦。No， 要不就是不跳现在。头心，哇，胸部，肚子，哇塞，胸肌，头心哦，然后嘞，再胸部，然后肚子，哦，然后肚子，什么是裂缝中的阳光？他不知道裂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吧？知道了，就是遇到光啊。什么东西？就是当有一个东西没有裂掉，然后有阳光出来啊。有时候小孩会给你一个很妙的答案。我们都会想从光然后射出去，他是反过来想，他的想法更直接。不用担心啦，我们是阳光。我们要穿过裂缝，我们要有信心。裂缝中的阳光里面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绝对不要轻言放弃。走。我想就像我赛车，不是说急着想要去超越别人，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的秒数，哪怕是零点一秒、零点几秒，进步那一点点也是一种成功。有多少次的梦还没做，一身空。哇，刚刚小智哥你这一段绝了！哎，我不知道是啊，这一次确实真的是很披荆斩棘，对我啦，对我来说啦，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体验，也代表我们自己本身是有无限可能的。嗯，其实我手可以举很高了。哎，对，你比之前好了。我昨天，对不对？我昨天在家里，我昨天在家里举，哎，怎么发现，哎，我可以举到这里嘞？我之前出舞台的时候，大概只能举到这边吧。对，现在可以举到这了，哇塞！看到他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蛮鼓舞的。每一天都在变好，每一天都在恢复的更好，每一天的状态更好，而且仍然是拥抱和热爱生活以及他所有的爱好兴趣，我觉得这个很伟大。当初我来的时候，本来是我就觉得我还没好，我还我来拍的样子又不一定是最好的状态。那么你说啊，这就是你现在的状况啊，对不对？有什么关系？你恢复的过程的状况嘛，不管怎么样，一定会越来越好嘛。你要相信越来越好这件事情。哎，讲好吧，就试试看吧，就来了。小智哥，这个灯呢，就是刚好我的床，然后。这放刚好正对着这个书桌，然后上面就一盏灯，然后就晚上都会陪伴我睡觉，灯就全部都关暗，然后就他一盏灯亮着。那很多的无数的夜晚，就是睡觉前就滑手机看一看，然后看到这个灯，就想哎，我怎么来这个节目呢？这么披荆斩棘的节目，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又看到这么多哥哥，
就是一直在陪伴的。虽然我很想把哥哥都挂上去，但是太多了，有些人已经把私自拿走了。对，很多都自己说好了。对对对，所以我就先拿上了自己这个阵营上面的人名。那代表晚上我回去的时候，继续点的这盏灯，然后这些人继续陪伴我睡觉，好不好？好，这个心永远都在。加上了自己阵营所有兄弟们的名字的。对。好，谢谢小志哥，来，你选择一个，小志哥选择一个，随意选一个，好奇的东西都可以，这边也有，这边都是。这个麦克风。啊，这个麦克风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工具。